棉林区管理处在3月30号接获消防局转登山客通报，临近玉里事业区第32林班地发生了森林火灾。林管处获报后，立即联系空勤总队支援直升机进行空中勘查以及洒水灭火。因地处高海拔而且偏远，空勤直升机多次洒水以及运补，都因为天候不佳而折返。经过空勤不断的尝试，终于在4月2号完成空投物资。森林护管员经过4天的跋涉，挺进火场，立即执行灭火作业。目前还有几处地下火闷烧冒烟，初估火场受波及的范围大约有3.48公顷。实际受害的情形以及原因，尚待后续的调查。花莲林区管理处在3月30号接获消防局转登山客的通报，临近玉里事业区第32林班地发生森林火灾。林管处获报之后，立即联系空勤总队支援直升机执行空中勘查以及洒水灭火。因为地处高海拔并且也偏远，空勤直升机多次洒水以及运补，都因为天候不佳折返。经过空勤不断尝试，终于在4月2号成功完成空投物资。相关的原因我们都还在研判当中哦。那查缉火手的部分呢，我们已经通知森警队来做联做协助了。我们初估这样燃烧的面积，就是燃烧的范围呢，大概是3公顷左右。森林护管员经过了4天跋涉挺进火场，立即执行灭火的作业。目前还有几处地下火闷烧冒烟，初估火场受波及以及范围大约有3.48公顷。实际受害情形以及原因还在后续调查当中。它燃烧的地方是针叶林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在我们的相关资料上面，我们都可以查得到。那再来就是铁山跟冷杉之类的。林管处也呼吁，扑灭残火任务持续进行当中，为了协助灭火工作以及安全考量，瑞穗林道10K 处从30号开始，由万荣工作站以及保旗总队第9大队负责实施人车管制的通行，请民众以及山友多加留意。林管处将视灭火情形另行公告恢复的通行日期。记者高双双综合报道。